Hey guys， 我是 Chilton， 我依家去紧朋友屋企同朋友见下面，食下饭，饮下酒，游下水。因为美国 COVID-19 嘅疫情之下，我已经几个月冇见朋友啦。呢排嘅疫情冇咁严重，所以可以两三个咁见面。但见面嘅时候唔可以揽埋一嚿噶，因为始终要保持 social distancing 啊嘛。水到了。